爷，我们来了。喂，来啊！妈，想太爷了吗？想啊。哎呀，两天了，太爷爷想你想的都睡不着啊。来吧，坐车累了吧？还好。休息一会儿。马上开饭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傻孩子，爷爷都给你搞清楚了。兰兰当年确实意外流产了一个，是孟少谦把他全力保住了另外一个，就是现在的七宝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七宝真是我的孩子啊？我盛又廷何德何能配得到这样的恩赐，从今日起我发誓，我将用我全部的生命和爱去守护兰兰和七宝。